王居安这个人还真不错，又细心又会体贴人，嗯，还不摆架子，怪不得人家都说真正有教养的人是让对方舒服。他表现真的挺好的，你不知道他给我父母买了一些礼物，一看就是高档货，我父母也不知道就都收下了，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，对他来说太正常了。可对我来说不正常呀，我妈还偷偷问我呢，这包是不是两三千块钱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帮帮忙，好歹也是王居安的丈母娘，总归是要往好的买喽。是呀，太便宜的不符合他的身份，这贵的收了之后我又不安心。别想那么多，以后呢你们结婚了，他的就是你的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我们这才谈几天恋爱啊，哪里谈得上结婚？哎，不行，那些东西我得给他退回去。别呀，你这样拒绝人家好意很伤人的，你呢想个办法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有数拎得清的不就行了？否则他时刻要照顾你的玻璃心多累啊。我哪里有玻璃心啊？好，够坦诚。我跟天林能够成为朋友，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，那些不被理解的倔强和不被认同的坚持。看来天林这辈子的倔强要由我来买单了。我也希望苏助理，你的倔强一直有人为你托底。承张董吉言，但是我的倔强我想自己托底。哎，你好啊，大美女。你好，苏木。这么晚了还要补妆，这是准备跟男朋友去约会吗？约什么会呀、啊？这晚上还要跟法国客人吃饭呢。哦，是这家公司吗？嗯。这可是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啊！你有机会和他们接触，真好。好什么呀？都快忙死了！我这两天啊都没怎么睡觉，脑袋都快炸了。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年轻的女钢琴家，刚刚从德国归来的陈怡婷女士，为我们献奏一曲，有请。您稍等，马上就好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这个螺丝拧不紧，好像坏掉了，怎么办？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一个。好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您稍等。我来吧，把拿下去。好了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约的我又不好好打。哎哎哎哎，站起来呀，不打了啊。老板，我们谈谈人生啊。在这儿啊，这种场合聊人生感情问题。不是感什么情问题啊、哦？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别闹！我确实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。说吧。我呢，我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，他人性格特别好，工作能力也很强，最主要对这个公司的忠诚度也很高。说重点。重点呢，就是。
他在填写个人履历的时候，他脑子一热，他写了个单身。事实上结过婚，离过婚。哇，这么有生活。天晴饱满，面露福香，一看就是上得厅堂型。可是不是我内心。pass。宣发那边开过会了吧？一定要跟赞助商核实清楚，产品露出的诉求标准要准确。对，时长这一块没得商量，细节上你跟小马核实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小忙。没事。你要。我接个电话。没事。喂。你跟他们讲，这不可能。已经三次聊到这个了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些。气质这一块，你必须给我拿捏得死死的。好了，我在忙，15分钟之内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下周在巴黎有一个路易威安的新品发布会，但是他们这次系列是针对欧洲王室，没有媒体参加。我们想了各种办法，都还没有搞到邀请函。我再想想办法，无论如何都要见一下对方的高管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国人的审美，不说欧洲王室，也看一看我们安生的实力。我做的生煎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你先吃啊，我还给你煲了鸽子汤，马上就好了。吃饭是吃饭，工作是工作，吃饭的时候啊，就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好嘞。喂，安哥哥，你在哪儿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必须马上见到你。现在啊，太晚了吧？